几哥哥，你就原谅我们吧。我们也是为了让你在顾飞明面前长脸才那样做的。你看看人家，谈恋爱的时候张灯结彩的，你呢？就是，我们要是不给你挖坑坟，你不就输了吗？金哥哥，这件事我们的确是做错了，可是你想啊，这顾飞明在你面前耀武扬威的，我们看不下去啊。所以你就看在我们问你好的份上，原谅我们吧。原谅你们？那得看我女朋友同不同意。哪里来的姑娘？连自己人都骗。人家还情商呢。